为了停放机车，很多人都有移动机车格、机车秤来插空隙停车的经验。但是前天呢，有一名男大学生，他为了停车，竟然是把停在停车格里面的机车推到了红线，再把自己的车子呢停到格子里面。民众呢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，而且还 po 上网路，立刻就引发了网友痛批，太缺德了。整排停车格停满机车，不想违规停车，左移右移，挪出空隙，硬把机车塞进车格内。这样的经验你我多少都有，但却有人只顾停车方便，害别人违规。像这名穿着黄色 T 恤的男子，只想着心爱的黄色机车如何停进停车格，就把停在车格最外侧的机车往外拉到红线上，变成违停，自己再安安稳稳将机车停在车格内。不到半分钟，停管人员接着开单，照片一 po 上网，立刻引来网友挞伐，真的是太缺德了。就是他没有权利把别人的车子移出停放的地方。那像你移车的话，你会去注意说会把别人车移到外面吗？我不会啊，对啊，就怕别人被开单啊。拍摄地点就在汉口街一段，当时拍摄者正在试镜头，无意间拍到这段照片。网友发动人肉搜索，发现违规者是名就读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系的许同学。违规行为被贴上网，许同学赶紧上网贴文道歉，表示为了赶上课找不到车位才出此下策，要大家原谅他。不过有了这次教训，应该不会有下次了。民事新闻陈建廷、林秉洲台北报道。